什么？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，都结束吧，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？难过只写在我手机。倩然，你怎么会来？木，你还敢来这儿？今天是我儿子的头七，我当然要来。白羊哥哥，你千万不要跟姐姐离婚啊。离婚？在木婉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训前，想都不要想。去准备一份禁子鉴定。木婉，这个婚你非离不可。你看看木婉那贱人干的什么好事儿。木婉，真没想到连孩子都不舍不得。北寒，你去哪儿？晚饭账。哎，北寒，你回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买了很多年爱吃的。你就这么缺男人是吗？让我跟这个野种过几年狱。每次我出差的时候，你就去勾引哥是吧？啊，你真是将就骨子里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不要，滚！果然叫我的孩子，还去勾引我哥。不要，真的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进来。爸，木儿，你都已经跟别人拍艳照了，怎么还有脸赖在这儿？苏思琪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赶快跟傅北寒离婚。滚出傅家！是不是你伪造的艳照？不是又怎样？现在北寒哥哥已经认定是你做了不要脸的事，你最好识相一点，赶快离婚，给我让位！苏思清，我是不会跟北寒离婚的。不离是吧？不离就跟你肚子里的小杂种一起去死吧！狡辩，婉姐姐，你再怎么孤独寂寞想找男人，也不能做背叛北寒哥哥的事啊！苏思琪，你闭嘴！哥，你等等，给我！好啊，你跪下求我，求我就还给你。婉姐怎么了？恨我？不肯是吧？行，那我养你儿子骨灰。习惯你处事条件，放过儿子，放过他，放过他，放过他！我求你，我现在就还给你！求你！有一种悲伤，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，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这样，无法遗
对不起，苏小姐，我来晚了。我不姓苏，是做人了。您是苏家遗失的女儿，您才是首富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本公司，庆贺新公司成立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。有请副总。大家请看我们的品牌介绍。这是什么？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，都结束吧，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？难过只写在我手机。贱人，你怎么会来？你还敢来这儿？今天是我儿子的头七，我当然要来。What happens next? Download Real Short.